씨. 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喽！娱乐超斯克今天来到宜兰，要进行一个秘密任务，没有错，就是我们的六月寿星综艺天王瓜哥的生日。民视团队特别准备了寿桃蛋糕，要给他一个生日惊喜哦！哎呦，听说瓜哥已经快要抵达现场了呢。就是要去坐公车免费的，高铁放假，先坐公车再坐捷运，高铁是省到公司，所以很开心啊！在明视也度过了22年了，非常开心，大家请坐台湾，已经走了大概30趟都有，对，也谢谢所有曾经参加过的艺人，让我们收视率一直保持全国第一。支持湘青也是我们最重要的演员之一，我们也给湘青鼓励。永生难忘，谢谢各位。生日快乐！好棒哦，跟我拍照哦。好，谢谢全国观众，还有我们直播在哪里？跟直播观众挥挥手。谢谢全国观众，每周日晚间8点都锁定我们的综艺大集合。65岁生日快乐，真的很不容易，我也很佩服他。佩服什么？就是他65岁了，他还在晒太阳、吹风、出外景。哎，而且你自己去想一下，我现在已经42岁，然后有时候玩游戏我会有一点太喘太累，体力都不支。他这么一个老人家，对，公车开始可以坐免费，高铁买半票的人，他还可以这样，哎，所以很佩服他。其实跟着他这么久的时间哦，真的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。我们从小很幸福的，我跟浩子就跟在瓜哥的旁边，然后偷他的东西这样，所以我们也都觉得现在都做得还不错。谢谢瓜哥，祝福你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平安。Hello， 我是怡芳，然后在这里想要跟瓜哥说，因为我前阵子遇到低潮的时候，瓜哥也是会试一下给我一些建议，然后让我这个新人在节目上不紧张，然后甚至有更多的发挥，然后也非常感谢瓜哥给我非常多的机会在节目上有所表现。那我相信我们综艺大集合一定会走向国际化的，然后特
别感谢，真的很感谢，就是瓜哥某一些小小的举动，你就会觉得哇天哪，他根本就跟爷爷一样，就是很亲切很和蔼，根本不像外界说的什么很凶的大哥，根本不一样。然后我真的很感谢他，然后也非常爱他，然后希望他可以身体健康，然后永远18岁。这好像有点做作，反正就是希望他快快乐乐的，然后活得长长久久的。生日快乐！另外一个，不敢讲，不敢讲啊！哪一个演艺圈很凶的大哥是？我有被骂，你不要躲在龙柱后面了。我被骂过的，被谁骂过？对，就是比较有威严的大哥。对，你说瓜哥没有威严？我是说他给人家可能就是比较和蔼一点，对我们也很好，这样子。瓜哥真的是很棒的大哥，照顾我们，真的。所以是谁？好了，去休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蓝蛮。今天是瓜哥的我们的生日的 party， 然后非常的开心，也觉得这个大哥平常真的对我们其实很照顾，然后我跟在他身边也几年了，就学到非常多的东西，因为他其实都会开会，然后教导我们很多事情啊，然后有时候甚至是我买房子的时候，他还送我入处理，他还打电话给我，然后还视讯让我去选，然后选择，我想说，就是这样有点不好意思。然后他们刚好走到床单的一个地方，然后那个床单我知道是非常贵的品牌，然后瓜哥直接就说：“来，你要什么？我挑一个，我直接送你当入错礼。”这样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怎么这么霸气，这么贴心？然后我那个床单我至今还放在我的房间的那个床头柜旁边，因为我想要我结婚生子的新婚第一天晚上再把这个床单拿出来睡，因为对我来说真的意义重大。然后他其实也有一直找时间要来我家开入错趴，但其实因为大哥也很忙，所以瓜哥可能生日的时候可以再来我家开一个入错 party， 然后我再来帮他办一个生日这样，然后希望他都可以健健康康的，然后跟我们一起主持，这样一起跳舞啊，一起胡闹，我真的是觉得是我每个礼拜最开心的时候了。对，瓜哥祝福你生日快乐，你一定要身体健康哦。大家好，我是郭宗佑啊，最近发行了我个人第7张专辑。没有啦，今天不是来宣传的啦，今天是来祝福瓜哥的。其实啊，之前有很多人都会问我说，瓜哥不是说要送你鞋子吗？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跟你们说是真的，因为呢，我今天很刚好的脚上穿的这一双，就是抱瓜哥的桶边，真的，因为我实在是很不好意思去真的去买，然后我也不可能说瓜哥买了然后拿来送我嘛。然后有一天我刚好在逛奥莱的时候，我看到这双鞋子，我觉得很喜欢，我就突然灵机一动，我突然闪过，瓜哥说过可以抱桶边，我就打给华安哥，就是瓜哥助理，我说华安哥，我真的可以抱桶边吗？然后华安哥说你就抱啊，这样，然后我就真的买了。就真的瓜哥买单哎，所以很谢谢瓜哥，就是在我真的很穷困潦倒的时候，真的很照顾我，然后呢也给我很多的机会去拼游戏抢奖金，因为那时候真的太穷了，所以那些奖金对我来讲真的很重要，很谢谢大哥。那说真的，我也想不出大哥到底缺什么东西，所以在这边呢，就是最希望的就是瓜哥可以永远身体都可以健健康康的，然后平平安安，天天都开心就好了。祝瓜哥生日快乐！新专辑叫什么名字？新专辑叫《从今以后》，所以从今以后，希望瓜哥每天都开开心心，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，耶！下一位。首先感谢明视哦，其实 Terry 我也在明视17年了，哇！那真的感谢明视的照顾，那也谢谢这个娱乐超市哥，真的。其实瓜哥哦，真的像是我的义师，然后也义兄义友，那也像是我的再生父亲，因为父亲很早就不在了，可是来到了综艺大集合，大哥照顾着我，看着我成家立业，然后到现在生了3个小孩，那一路上不只是跟瓜哥在节目上的合作，那也担任瓜哥的健身教练，那也看他身体这么健康。那真的有一次我印象永远很深刻，是在我太太在第二宝生产的时候，瓜哥就自己开车来月子中心看我，然后那时候哇，我真的眼泪快掉下来，他真的是把我当就是自己的家人一样，然后包括我的小孩，包括对我太太对我家庭的照顾，真的谢谢瓜哥。那也诚心祝福你，这是壮世代壮年的开始，也祝福你永远这个生龙活虎，身体健康，带着我们继续往前冲。Ha ha ha!
风格吗？这会剪进去。这不是我们的风格吗？这是我们的风格，就是这样。名字，就